要不要一人一支？大家好，我是玲玲。加废话。大家好，我是玲玲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？看你了。我们今天要去散步。后面的安静点。有了有了，他要来接我们了。今天妹妹拿的是 GoPro 8。嗯。小树出来啊！好，小树好久都没有来了。快点，帮你走太快了，不然根本就录不到你。这样可以吗？我妹妹会追得很辛苦。蚊子，我蚂蚁在下面。你？你要走在旁边，我走在旁边旁边。对，我怕风会把我帽子吹走。那你要给我拿吧，那个小树就好了。你要我拿这个？我今天就跟妈妈了，跟阿妈了。妈妈，我要跟阿妈一起擦。你看我的妈妈，现在没有空在录音呢。姐姐走太快了，爸是爸爸走太快，不关我什么事。那我们接小叔，你跟爸爸走在一对。那你小叔，我去背包里面好不好？好啊。好吗？爸爸，终于可以先休息了。我健康不到哦。健康不到。你好。好可爱。就站着。妈咪，你要喝水吗？我站在树上。妈咪，喝个水好了。那去。有开了吗，妹妹？有了。妹妹，专心走路就好。专心走路，专心走路，小妈妈，专心走路。姐姐，你让我看一下小花。我就一直看着楼梯啊。那也很危险。一直看着楼梯耶。纸哎。不行，再快一点。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好奇怪。哇！你要走哪里？爸爸，你走太快了啦！你用什么猫？右边。
有。你是假猫吗？是真的啦。喂，好无情啊！哦，怎么？好无情！你有没有拿东西给他吃？我也是这种。你要下次拿鱼骨头给他吃啊。那他，姐姐，去游艇啊！去游艇啊，那里，游艇那里啊，那个罐子那里啊，出现一只石头猫。上面两只，铁皮屋上面两只有没有？然后这个是真的，对，因为它摇头了。四五，五只啦，黄色、黑色，然后条纹看看，哦对，好，五只，五只，小条小卷嘞，好，有，几只？先去，我可以平安无事的走过去。妈咪，这是小条吗？假装没事，假装没有看到他们。小条还小卷，那是小卷，小条，这是小卷，小对，小卷，小卷，啊，小卷，你看他那只手张开眼睛了啦。你是小卷吗？小卷，你好。小卷，过来。小卷，小卷，你现在有饲料没吃完呢？在哪？那黑黑的，应该是。小卷，下来，下来。小卷，喵喵喵。小卷，过来。我是猫人。我们看怎么办？它在动了。你要拍到它吗？你的袋子左右不一样吧？它变形了，它变形了啦！哎，好无情哦！好无情，都走掉，真的是小卷。它可能会在这。它会躲在车子下面。在哪？有吗？那里没有吧？有猫掌哎，还是这狗？是狗的。那狗，那里有猫啊，好可爱。小猫哎。好了。小猫的。我们刚才一只手指头。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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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不是你要去走防空洞吗？快点变走。好多排水沟。小心。雪糕很臭，要跳过。小心车子，不要用跳的。你姐姐太可爱。哦，姐姐。跑太快了啦！是你？妈，是爸爸带我的。火车声音呢？那里会出现火车，刚才就是从那里经过的。哪里？那里呀、啊，火车。你前面那里就是。走那里、啊。先走这里，再绕回来走去那。先走这里呀、啊。对，先走。他都会从那个铁道走过去的。啊，不用跑的。只能。我只能踩黑色而已。对你不能用跑的，小胡。嗯。来，爸爸后面。好，配色一下。哎、欸，巧克力在叫。巧克力。听到你的声音了，妹妹。这里不是更好吗？只一个而已。又来了。哦，为什么一直叫？走，这是最好的。
那随时都可以走的草地耶。姐姐去那里买，姐姐去那里可以当背景嘞。吹一口气。这里这是难关哦。他知道你很强，受这种很难的关。快啊！第一段最快了。你看，又有蝴蝶飞出去了。那蝴蝶太小，拍不到。有手帕掉在地上哎，要溜滑梯，一溜。看我溜，啾。好，再一次来。哦，还要侧身，小心那个钉子哦。对啊，插到钉子，爸爸可是那个会帮你拔钉哦。嗯，那个喷血。走走走。妈妈昨天让我玩两次。妈妈也想要。妹妹的第一次。姐姐的第一次。嗯，你看，要要走过来的。好，下去。妹妹的第二次。妹妹的第二次。好清爽啊、哦！你看。妈妈，那什么？以前都会有只猫咪在那里。嗯，以前妈妈那里不是有一只猫咪会来铁道那里呀、啊？对呀、啊。嗯嗯嗯。等下我自己看。去，我来追你了。这很好玩，我好厉害。这第二个，妹妹第三个。走慢一点，不要跑了。你不是自己也跑了吗？走了，你不是自己跑了吗？啊？那等一下，妈妈在这边等一下，妈妈。那走左边还是右边？因为我奇怪的腿。右边在这，左边上去了。左左右右。嗯，44.5度。我们之前来过这里，爸爸后面有蜂窝。